Tress 智孝长相甜美，唱歌实力超强，出道七年来累积了超高人气，粉丝爱屋及乌，连她的妹妹也备受关注。此前妹妹朴智英为服装品牌拍摄广告形象照，五官清秀又带点演员高敏式的氛围，清新脱俗的外貌引起大众关注。智孝家中共有三姐妹，她是长女，2002年出生的二妹朴智英也被发现默默出道。她为服装品牌拍摄形象照，本就长得气质的五官没有过浓的妆感，肌肤白里透红，稚嫩的样貌令网友直呼恋爱了，与姐姐完全相反的气质感马上就吸引粉丝注意。更人盛赞她长得像演员高敏式和 Twice 那莲。近日 Starhouse 发布了一段介绍朴智英的视频，称 Starhouse 的新演员李和英。据悉李智英一直以艺名李和英作为模特活动，在视频中李和英只穿着一件基本的白色 T 恤和牛仔裤，非常漂亮。在接下来的其他穿搭中也能看到她都市时尚的魅力。对此粉丝们评论她看起来像珍妮，智孝家族的 DNA 很优秀，希望她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。爱豆韩舍每日解说巨蟹韩娱，欢迎你赞和订阅哦。